就是岳飞是不是非得死？而岳飞在大将之中，他是最年轻的，又是最有影响力的。同时，他不像一个武臣，他太干净了。就有时候真的是举世皆浑浊的时候，我独清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靠谱讲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。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《南渡君臣：宋高宗及其时代》，这是一位资深宋史学者于英国先生的学术随笔集。它覆盖的时间呢，是宋高宗赵构的一生，也就是从靖康之变到太上皇寿终正寝，从东京到临安，始于康王府，终于德寿宫。 他叙述的对象是宋高宗的时代。通常学术界认为，宋代存在着两次收兵权，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，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，保障了皇权的安全，保障了中央集权的安全，那是第一次收兵权。 对于第一次收兵权，学术界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。第二次收兵权呢，就发生在高宗初年，呃，绍兴十一年，宋和金之间的这个和平协议签订。那么与此同时，高宗就把之前。 呃，分散在各个大将手中的兵权收了回来。这些大将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刘光世、张俊、韩世忠，还有岳飞，把他们手里的兵权是往下分散给下一级的军事将领，同时呢，把这些最高级别的这些将领，这些有名有姓的韩世忠、呃刘光世，还有呃张俊这些人，就是。 调到首都来，让他们做枢密使和枢密副使。比如岳飞，他资历最浅，他做的是枢密副使。这就是第二次收兵权。第二次收兵权，如果从收兵权的角度来讲，确实是成功的。但是第二次收兵权同时伴随的有一个非常恶性的，在宋史上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影响很巨大的。在 在中国民间记忆当中也是影响很深远的，就是杀岳飞、害韩沙岳。第二次收兵权伴随的是害韩沙岳，那么，回过头来看，抛开沙岳这件事儿，第二次收兵权是不是投降派的反动主张？呃，这个答案。 云国给出的答案是否就是第二次收兵权？它并不是所谓投降派的反动主张。而在南宋初年，这些武将他们的军事实力、政治地位、经济实力不断的上升，已经对南宋中央政权构成可怕而现实的威胁。 军队作为国家武装的性质正在淡化，而作为将领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。其实，关于这一点，呃，我想我们普通的读者应该都是有概念的。岳飞手底下的军队那叫什么呢？叫岳家军，他是岳家的军队。韩世忠手底下的军队叫韩家军。 张俊的军队就是张家军，那些大将他们的军队都是以家军的面目出现的。首先，他们是在对军作战当中，其实是打出来的。他们和他们的将领之间确实是一起出生入死，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。但是从南宋政府的角度来讲，这确实是危险的，就是。 这么大一支军队都是家军，那么从中央的角度来讲，它确实是一个可怕而现实的威胁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收兵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如果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的追求、皇权的追求，呃，对于皇权和中央集权安全的追求是正当的话，那么收兵权就是正当的。 这是一点，另外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跟赵宋家法有关。赵宋家法从北宋以来就造成了一种，它是崇文抑武的，就是文臣的优越地位和心理。而且我觉得于英国先生说的特别好，就是赵宋家法赋予了文臣猜忌武将的权利，就是文臣猜忌武将，对于那些特别能干的、得军心的、有能力的武人。 文臣是有权利猜忌他们，是有权利想当然的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威胁到皇权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，就是岳飞是不是非得死？这本书里边，云国说，紧接着的就紧接着薛兵权的岳飞之狱，并非薛兵权的善后措施，而是高宗、秦桧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。 岳飞的奇冤是削兵权中包含岳飞之死的可能性，与秦桧民族投降路线中包含岳飞之死的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。就是杀岳飞，这个其实是破坏了，呃，宋朝的祖宗家法的，因为岳飞是一个。 他已经到了宰相大臣级别，而相传太祖世碑当中其实是有不杀大臣的这个规定的，是太祖的政治遗嘱。杀岳飞，岳飞确实是千古奇冤。呃，但是薛兵权当中其实就包含着岳飞之死的可能性。这个可能性的来源就是在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中赋予文臣的。 猜忌武臣的，呃，这种权利，他们是有权利猜忌武臣的。而岳飞在大将之中，他是最年轻的，又是最有影响力的。同时，他不像一个武臣，他太干净了。就有时候真的是，举世皆浑浊的时候，我独清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说实在，把太干净、太廉洁、太好。 没什么大毛病，视为禁忌的这种文化，其实是我想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，不值得赞美，绝不值得赞美。在历史上，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的了，不要老讲什么办公室政治，把古代的什么都拿来讲办公室政治，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。我们要看的其实是。 这样一种政治带来的岳飞之死的可能性，这样一种政治它，它它给宋朝国家带来的危害，岳飞的死，还有一个就是秦桧民族投降路线当中所包含的岳飞之死的必然性，就是岳飞之死当中还有一个是说。 那金人的弹劾条件当中就包含着必须要杀岳飞，因为岳飞是他们怕的一个人，金人怕的就是这样一个让敌人怕的一个我们的高级将领，最终是由我们杀了他。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，就是学术界一贯关于这个问题有讨论，呃。 通常有两种意见，一种认为呢是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，还有一种呢认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。呃，在这本书里头，云国是坚持提到，呃，云国可以说，呃，我觉得他似乎是在用这样一种口气在回答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。 高宗，高宗，高宗，就是重要的事情，他说了不止三遍。比如说，在文章里头，他提到说，岳飞也真不懂政治，岳飞之死跟他不懂高层政治，他不懂得存行迹有关，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。就是岳飞之死是有他的必然性的，而云国认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高宗。